就感觉挺好吧，就是对方可能因为是种子嘛，然后第一场可能没有适应现在的球台子，然后我把握住了机会。最近可能他状态不太好吧，然后我也没赢过他，然后反正就抱着去拼的心态，我每一板出手都特别果断，就像就出手质量很高，所以就他可能也没适应，没想到我会这么打。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，然后就是我感觉这儿风景不错，然后感觉整个人心情都很好，然后所以在场上发挥的也可能也有关吧。然后这条线儿很正常，每一出了正选之后每一场都不容易，所以就一场一场打吧，一场一场拼。